第24届法国夏至音乐节将于6月22日至23日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举行。此次法国夏至音乐节由著名艺术家精心策划，在音乐节上，观众们可以领略到各类音乐演出，包括古典音乐、爵士、摇滚等等，而所有的演出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。策划音乐节对金星来说有点不务正业，一直很喜欢音乐的金星老师难道也是要跨界改行当歌手了吗？这是金老师的秘密。金老师55岁以后你再听我唱爵士乐。等我跳不动了，别人老问我说金老师你跳的什么，跳不动怎么办？别着急，跳不动了以后金老师开嗓了，该唱爵士乐了，我永远站在舞台上了。现在能跳就赶紧跳，对吧？咱别什么都贪，能跳出死个劲的跳，真的跳不动了跟观众说我不跳了，我现在开始唱歌了。